萨平日前在首尔举行了首次单独演唱会，然而当天他们的开场表演却引起不少粉丝们心疼。只见当天一开场，成员们便逐一向后倒。震撼的一幕让现场粉丝们看得惊讶不已，而圈们则是自豪的表示，我们从开场就很厉害吧，是不是以为我们摔倒了呢？而表演影片曝光后，就不少粉丝心疼直呼看起来好危险，就算有安全装置感觉也会受伤，但有粉丝大赞表演太真实了，他们一定练习很多次，是最棒的开场表演呢。세상은 말이야.